杨凡凡吃什么？我什么都吃不吃，什么都吃不挑食。总是有比较喜欢吃的啊，烤肉啊。我喜欢吃肉。你喜欢吃肉？对。嗯，吃肉啊。吃肉。你平常还健身吗？有。有嘞，所以要吃肉啊，要有蛋白质。因为太爱吃了，所以健身很重要。对。而且我为了，我可以那个、哦，比如说我们今天8:30开始吃。对，我在拍到12:00之后，我吃的东西我就会再去健身房。就到健身房。对，然后可能5:00的工作，就是中间我还是要去运动。你健身教练有跟你讲说那个淀粉少吃，然后那个蛋白质跟肉都要吃多一点，你没有？有特别讲，但是我好像还好没有忌口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忌口，没有忌口，因为没有到要真的要怎样，因为只是有氧运动。对，在跑而已。主要就是线条啊，女生一些线条这样。所以平常就爱吃烤肉，对不对？超爱，不一定要烤肉，只要肉就爱，只要肉就好。对，只要肉就好，可是就是也要吃菜啦，不可以，只要单只有肉的话，对啊。哦，我想说，等一下，我看起来爱吃肉吗？没有啊，我想说刚刚讲那个、啊、情侣食堂啊，然后想说等一下中餐有什么好料可以。太强了，那个我们一定要录一下，壮食堂。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想不想看壮壮吃饭呢？壮壮开动喽，请看15分钟哟，谢谢。